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今天是 NBA 传奇巨星科比·布莱恩特去世一周年。保罗·加索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这位好队友：“好兄弟，想你了，老哥。无论我在做什么，脑海中都会闪过你的身影，没有一天例外。你的精神，你的动力，你的野心，你的爱，将继续在我的生命何其。”他很多人的生命中闪耀，无数仰慕你、爱你的人在分享着他们的照片、视频和特别的时刻。这提醒着我，我是多么的幸运，能够与你分享这些时刻。真希望你和 Gigi 能在天堂微笑着看到你的女儿们有多坚强、多甜美、多出色。她们长得好快啊，兄弟！真希望你见过我们的小伊丽莎白、吉安娜，我们一定会让她知道她的中间名为何而取。让他知道他的姐姐 Gigi 和他的叔叔科比是多么的与众不同，充满爱心和鼓舞人心。今天我们向你们致敬，为你们纪念，你们为我们留下了太多，即使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，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，老板。